好，刷一波六，叫人家刷六，自己刷七，啊，一样啊，一样啊。文老爹，赶电玩。我今天电了一整天啊，关月告诉我，我才知道的。他说金钥匙房的那个怪物产量减半，然后我刚刚测了趴数啦，差很多啊。怪物要避免群聚，干，靠腰。老爹感冒吗？没有啊，因为钥匙房的改动，所以我现在刚哭完，哎，不上头了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就算抽到，我也不上头了。来，给不给随便你啦，反正我不上头了，进菜了。要给要给要给不给随便你。我从开服到现在没有打过红装，哎，我是真的是很，我是该去拜拜了。我没有挂过红装，哎，关月啊，小许啊，我看他们都打过啊，但只有我没有，哎，哎，那个新娃娃抽得到吗？好，看看能不能补到卡池的，好不好？来，红的吧，有啊，这是新卡吗？无视伤害减免加一，武神的后裔。听说那个女的走出来报一就代表抽到紫娃，错啦，你的消息不正确。那个女生如果报一的话是出金娃，傻傻的。下次出的时候我通知你啊。一边不跟斗牛犬打，一边不跟总统打，干有什么办法？我也想跟他打啊，他一个月一千多万在花，谁认为每个月花一千多万是撑得住的？你通知我一下，真的。真的，每个月花一千多万打天堂，这个我真的没办法。拍谁？老爹卡北要探景哦，老爹卡北要探景哦。几个位清华班，我真的不阿多，好不好？你们看要不要去拜托林董回来玩？老爹，我刚私讯郭董了，好，靠你了，孤夜城。哦，我努力一点工作，好不好？好吧，帮我按个赞。哦，没有要你们抖内啦，帮我按个赞，让影片的触及率高一点，就只能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刚刚失败这么多次，该给了吧？我觉得现在和红的应该是很有机会啦，哦，应该是很有机会才对哦，有没有？一刀，对不对？红卡该出来了吧？这个一定会反杀啦，相信我啦。哦，反杀，哎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抽卡，哎，哈哈哈。老爹，我看着看着就哭了。我在想哦，是不是因为我用了韩国的 IP 比较衰？哎，哦，搞不好哦。哎，原来我突破盲场了。身为台湾队的代表，我早就应该换成台湾 IP 抽卡了，有没有道理 ？Go， 台湾 IP， 哦，来了，该来啦。你现在给我只是刚刚好而已啦，真的啦。这张金的啦，金牙的啦，啊，哦，终于有一红了，金牙，干，我的眼泪已经干了，哦，已经没有眼泪可以再流出来了，知道吗？哎，好啦，迟到总比不到好啊，哦，他妈的，你有没有剪指甲？手指头这么黑，还有污垢，难怪我都抽不到红的，你看他的手指头，他妈的指甲都没剪干净。来，金牙啦！哦，我就说嘛，今天至少两张金牙。不要跟我开玩笑，我这个人不好惹，你不要再跟我开玩笑了。上一个跟我开玩笑的人哦，现在草已经长到比天还高了，你确定你还要跟我开玩笑吗？啊，有种中一张，我就抽光光。有种中一张，我就抽光光，给不给？你怎么保养的看起来才像40？干你他妈的！你要被我禁言30秒是不是？来，各位观众，一波七来啦，台湾 number one， 该打赢一次了啦！打赢这个臭山羊啊！你不会砍我教你啊，北七，一刀下去，哦，我的合成反杀，
啊，来打赢一次这只羊好不好？我真的想把它拿去抓它去做羊肉卤哎。反杀这个动画还存在吗？有人最近有看过反杀的动画吗？是不是那个已经被拿掉了？我很确定现在没有反杀这个动画了，应该已经改版了啦。并没有，我的羊跟战神一样啊，真的真的，我的羊真的是跟战神一样。我的羊大概是全身金色装备啊。天堂又不是只有花钱，对不对？天堂还有打架嘛。那个宙斯的兄弟该出来了，该出来了。我们真的要给斗牛犬一点颜色瞧瞧啊！有哈丁了不起你，看是你魔力多还是我啊？他妈的，我魔力药水都还没喝嘞。哦，这要打到什么时候啊？大家请稍等一下，加油啊！干巴爹，眼神死，知道吗？眼神死啦！是你先找我打的，我根本不想跟你打、啊，我已经跑了，他自己要追来的、啊，我受不了了，走了，干你老师，加入乌内狼啦，啊，怕堵你啊，每个人都是力量，好不好？这个人数他妈斗牛犬他们没靠山，没 不可能的、啊，他们来了，他们在大厅集合，他们来了 ，OK， 上面看到了，上面看到了哈，打架团准备。把王拉过去他们那边，用网罩他们。记得要上魔品哦。有了，他们现在是被追着打的。那他们不管我们的王打王的、哦。他们乱不了啦，干！怎么乱人那么多？十一都还没到就这样嘞。王死了，赶快捡。有东西吗？到就退出了。捡不到退出，他们过去捡了，他们冲进去了。蓝色的也要捡，干有毛病是吧？操！来后面的人包他们后面的，从上面后面进来的人包他们里面，全部撤掉了，好爽，干！好，这次打赢了，干！这次打赢了，终于打赢了！来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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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全部来水啊，全部来水，全部来水！门口，哇靠，这一坨人！来，有没有封印妖先进去封哦？我数到二的时候封印妖进去，数到三的时候全部人进去，一。二封印妖进去，三 go， 有封印了 ，OK， 抓得漂亮。法师都在左边哦，靠墙，封印一下，封印一下。法师死了，我就封印，全部被清掉了啦，干，他们被清光了啦，哇，他妈的，太短了，都没了。好了，那个打赢我们就直接撤掉好了。好，刷一波六，你他们打。哈哈哈！哎，打666，第一次让斗牛犬下课了。第一次让斗牛犬下课了，这一步一定捡精华、哦，这一步一定捡精华、哦。哈哈，他们要从上面下来了哦。他们要下来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们再跟他玩最后一次啊。他们下来了，来，右边，来了，上，记得开魔瓶。挑后面小只的软的打，对，后面的。圈圈法消到，可以了。圈圈法，艾文，你记得要那个精准哦。S 法消到，可以了。这大概是斗牛犬开服以来被打最惨的一次了。OK， 清完了，他们全部都在大厅。碎，而且我们十一的都还没到，我们十一再到，他们根本就不用打了。水区是下面，风区传递了，往下走。风区传递往下走。十一到了。我有看到十一的讲话了。打到他们自己回服内。精准上到斗牛王，哎呦，他真的很冲哎、欸，精准上到哪里那么冲？来，风区大厅下 ，go， 直接飞了。哇靠，在这里面哦，干！后面软的都在后面，下直接冲上来，直接冲上来，不要卡在那里。直接回旋，然后风区下也可以，直接压，卡住了。他们已经被打退了啦。他们就要飞了，他们又退了啦，他们全部回大厅了，他们第一次失败啊！欸，其实宙斯挤一挤的话，他妈的不会输给伊娃的人呢、欸，这么多人呢、欸，干怎么有这么多人我都不知道，啊，大家刷一波，
刷一波六，然后就离开了，好不好？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东区王确定没输。对啊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这就是我们合作的结果，大家辛苦，大家辛苦。好，未来移民我们会打得更好，好不好？好，那就原地解散喽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最近玩天堂最快乐的就是现在。那个恩熙可以帮我拿去做那个周报了。哦，斗牛犬标题我都替你想好了，斗牛犬的第一次失败。哎，斗牛犬第一次击倒什么 BOSS 啊，河道加石盟月啊，都上新闻啊。干他第一次输也该上新闻吧。那么今天这部直播就到这边，我们明天晚上见，大家拜拜。